先生，先生那是修身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大兄弟也是都有他的身影。另外还有那个妹周啊，还有那个黄立山女士，啊，欢迎。另外还有我们一个这个资深摄影家张培林先生，来自荷兰。一方面欢迎大家参加我们那个报废华夏时报的那个。还有个干道的啊，刚才还有几个没有现在一个啊，这次我们演出的那个秘书长张青女士啊，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大概有20多个人是在座的大家的支持吧，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今天有事情，就是有十位吧，十位左右的朋友，他们呢，他们能够当场那个，我们能够。